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最大的现实真相，主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二部分。约翰福音讲到，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人犯罪离开神，但主就是道路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。主是真理，将神的心意爱梦向我们显明，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人生意义。主是永远的生命，祂显现出来，我们可以经历得到。而无限者永远成为人，都使我们知道神同人是可以几格。主真是倾无限，就是倾出祂自己来到爱我们，更加为祂心意爱梦创造和重生我们。主他说我就道路，多人犯罪之后已经要离开伊甸园，要发火焰的剑，我不能够入回去，没有门路入回去，太宝贵，主让我成为道路啊，唔单止得翻伊甸园啊，超过啊，我唔使入翻伊甸园添啊，我去到比伊甸园更美嘅新耶路撒冷。就今日咧，我地上咧，可以我心灵咧，我已经来到新耶路撒冷噶啦，有石安山，主快翻嚟噶啦。好快㗎喇，真係唔係單單係啟示錄讀到新約實冷喎，我親眼見到主為你同我預備嘅地方喎，主為你同我成為道路，佢就要成為人啦，永遠唔單成為人啦，為我哋而活，帮我哋死。当你死嘅时候呢，万事从上到下以为两半啦。神真太过可以狂喜，我将万事撕开喎，从上到下以为两半。我睇到有书呢讲到呢个万事好厚㗎喎，要相当匹马先能够将佢拉开㗎，甚至最少都成个手板咁厚，我睇你讲到成四寸咁厚㗎，万子从上到下以为两半啊，佢开咗一条永远又新又活嘅路，因为佢话佢冲过咗发火焰嘅剑，佢话受咗最大嘅痛苦，被压伤，经过神公义的刑罚，就为了我们的罪，万事永远裂开，天已经通了，他成为天梯，他就道路，他是真理。我想起微信主持，我寻求真理人生的意义，但梦想梦想不到呢，有咁厉害嘅人生同永恒嘅意义，竟然神嘅爱梦、神嘅心意成咗我嘅人生意啊！然后就咁夹噶，你同我就系有佢嘅心意，最荣耀嘅按佢样式被做。为咁荣耀太荣耀个重生，使我能够做阿爸最相配嘅亲孩子，做阿爸赐俾主嘅最相配嘅田鸡偶，
绝配啊，永配。太宝贵嘅真理，将最大嘅真相、最宝贵嘅真相，神自己、阿爸、主的圣灵，同佢心底最深爱嘅秘密、爱望，因就咁，所以就有咗整个宇宙啊！有你同我啊，佢嚟解释得最完美啊！佢都倾出佢自己，附上自己，你睇咁宝贵噶，成个爱梦咧，荣耀嘅成就喺你同我身上啊，会继续开直到永远啊！你同我都会越过越。知道做阿爸亲孩子好宝贵噶，我仲继续嘅进入认识做阿爸亲孩子嘅宝贵，佢系点样嘅亲阿爸？佢爱我爱成点？我仲系继续咁去认识啊！当然。主对我份爱都系继续。我已经77岁啦，但真系啦，继续认识喎。有主份爱，心灵系永远年青噶，唔到你唔年青噶，太宝贵啦！佢俾我真理。真係入到奇妙嘅光明裏面啦，唔得光明係奇妙㗎。科學家都唔知㗎。你點樣讀大學都唔知㗎。你讀曬咩科都唔知㗎。奇妙嘅光明你照亮咗我心靈。我人生，佢就光，佢就真理，就太宝贵。佢生命，佢嗰位永远嘅生命，但已经显现咗出嚟啦。约翰书讲，人可以摸佢咁具体，见佢，听到佢。我覺得是太宝贵的。主话我成为人呢有太多宝贵的东西。但单单呢我是很具体的认识到神的自己啦。这个人太宝贵啦。他出来在地上啲人可以亲眼见到他啦。但福音书几宝贵啦。实我都唔能够谂起咧，以色列之行。我去到主去过嘅地方哦，咁真实具体啦。福音书圣灵透过嗰啲默示嗰啲写出嚟噶，我冇嘢代替到啦，佢亲自嚟。咁具体咁真实都想我认识佢自己。就当然啦，我哋系人，佢话我永远永远成为人。我真系珍贵到冇法形容，佢话我永远永远成为人。即系讲出太多宝贵嘅嘢。佢亲自嚟成为人啦，已经将到人系几咁宝贵，太厉害嘅，唔同嘅方面显咗出嚟啦。哇！睇一个人可以荣耀到咁啊，好
我将神表明出嚟，表明到咁完全噶，我帮神夹到咁夹噶，佢同写神，可以同写人，佢喺地上嘅生活咧，就可以活出神佢嘅生活，将神表明出嚟。原来你我真系按着神嘅样被造。你谂下主帮神系可以几咁夹啦，几咁一啦，几咁同心，几咁一致。我觉得太宝贵，太宝贵啦！呢位无限者真系倾佢无限，佢唔系单将哇无数个宇宙。无数最美丽嘅嘢，可以话佢新外物俾我哋啊！但系佢将自己唔单自己俾过我哋，但系咁美丽、咁温柔、咁贴心，为咗佢嘅爱望。真系可以最完全嘅将我自己俾我哋啊！因为我哋真系为咗呢位无限者而被造噶，佢一定谂到最绝噶。